啊，这个是谁？他就是这个人打电话给我的。你怎么加他赖的？因为哈，他说他是玉山银行24小时的客服人员。他说哈，叫我去改那个，然后他说叫我去看我的账户有没有被盗刷啊。我刚才去看了是没有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，那你的那个密码有没有问题？我说没有问题。2万这点数啊？这个是2万吧？2万，那个是多少？我压4张而已，2万吗？4张5000嘛，对，他2万块的那个点数我没有帮他。OK， 那我队友追一下，谢谢哦。